很难想象的，如果大家在比较每个小时的收入的薪水，去素食店打工，现在一小时大概台币100块左右。史内普教授，是吗？我是周星驰啦。你怎么知道素食店打工一小时100？大概可能再高一点点啦，110左右。所以上下浮动幅度可以到80元到。不能那么低，不能那么低，好像有规定。OK， 反正不会超过150吗？啊，应该不是不会。所以今天我们帮大家介绍一个工作，是可能工作10小时，台币总值500元左右，所以1小时是50块钱。工作吧，这样偏低了吧？那这样子违反那偏低，而且做的事情是有可能危及生命。是，我不知道那个快乐是什么，可是他们好像做得很高兴。这个工作叫做临时演员，我们今天邀请了其中8位，大家应该是看起来非常眼熟的，然后我们会请教他们为什么做这个工作，以及做这个工作的状况现在已经进展到什么地步了。好，欢迎8位。你好，欢迎。直接从他们的脸看过去的话， S 有任何一位觉得眼熟的吗？认识。其中有一位不是单纯的眼熟，是我真的认识他。啊，是朋友私交了，算是一起交往过。他没有交往过，可是他好像当时是暗恋我的。有暧昧呀！如果我的那个记忆是没有错误的话，后来发展到怎么样？没有发展，算是小时候有一点点一起长大的感觉，就是同一个朋友圈。OK， 到现在也还在朋友圈里面吗？嗯，现在没有跟他联络，因为我后来就结婚生子，就有一些朋友就流失了。对，那当时有把他列为可能可以发展的对象吗？在小时候，有几度觉得他还蛮帅的，可是就真的也没有想要跟他怎么样。有型了，他有把你推到墙壁上去吗？没有，可是他的眼神对我做了很多事。就你看着他，就觉得他正在用他的眼睛把你的衣服扒光。哎呦，哇！我来看看是谁。太厉害了，是达德吗？应该是。一巴掌打下去，也不是在批评你的外形，这只是。老实了，他眼神老实，对他眼神不会怎么样。还是巨良哥，因为你们今天都穿粉红，有可能哦。我们一起长大的，请你穿。你觉得他的年纪会跟我一起长大吗？我觉得看起来对你有威胁感的，应该是最靠近我们的3位吧，夏汉君、布雷克和 Sam 这3个人。目光眼光看起来都有可能把别人的衣服扒光，对，眼神都蛮犀利的。你不会告诉我是，我希望是 Sam， 可是不是 Sam， 对不对？你为什么希望是 Sam？ 因为 Sam 看起来好像还有温柔的一面。可是你不觉得 Sam 的眼神是要扒光你，可是他真的是扒不光，是。是那种性犯罪的眼神，就是他带着那种好像没有，我觉得他的眼神比较有一点 ，Sam 的眼神比较有一点宠物的感觉。布雷克跟夏汉君这两个的话，夏汉君不大可能，他看起来年纪那么小。夏汉君看起来年纪很小吗？哇，你有点扒光我的感觉。我不是要杀死你，不是扒光你。夏汉君看起来也是比较和善的眼神，对，他的眼睛没办法扒光别人，所以你不会要告诉我是布雷克先生哦，坏坏的眼神哦。布雷克，你曾经打算要把小 S 吗？从来没有啊，没有，是我的记忆出问题吗？你是别人想太多，不是，他很奇怪，他从年轻的时候，他有一次在夜店我们遇到。我们刚到，你明明就爱他，然后他一个人就坐在那边，就自己就你知道，就戏很多。他先把你讲成自己的东西。我想清楚，因为我必须讲完，因为印象深刻。他坐着就是你知道，就搔首弄姿。对，然后我觉得他想演，那其实是爱玩。然后我就坐到他旁边，他就直接问我说：“凑去，你已经暗恋我这么久了，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对啊，你觉得我因为这已经在戏份里面了，他懵了，对，已经没有懵哎，还没开始喝，他就活在那个角色中，对，他就已经开始演了，那其实就是在我。你觉得我会问出说你已经暗恋我这么久了，就代表他已经是观察我好一阵子，我才会这样问啊。对啊，你是不是观察他好一阵子？
他是蛮可爱的，可是不至于到有表白或是怎么样。可是你自己主动坐到他旁边去了。当然啦，他要玩，我当然是陪他玩。如果你没有兴趣，你就不应该坐到他旁边去啊。就只是好玩嘛。谁要跟你玩呐？你要认真。因为他是黑陈建州的好兄弟，真的。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一起出去玩。哦，那就不一样嘛，那就是认得的人。然后他就是分明就是真的喜欢我，然后就是已经明确到旁边的兄弟都会在那边敲边鼓说，哎，就是怎么样，就是了解。那可是当然，你是有认真的检视过你的内心，然后没感觉。我只是觉得很累，就是已经暗恋一个人到这种程度，然后你还一直不出手，到底想怎么样？所以我是帮他化解。所以我才会问那种让他有个台阶下的。你是说，如果他早一点出手，你说可以给他一丝机会，看个电影啊什么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会让人家讨厌的男生，因为他虽然外形好像很坏，可是他们家人不错。嗯，人不错，是礼貌的。他们家很亲。你也知道我最爱这个。没有了，他们家那个生意是我喜欢的。什么？牛肉面店。你很容易喜欢很多生意人。好，这八位呢，号称是林姓演员，可是其实他们恐怕都除了演员之外，有一些别的身份在。就像牛肉面店的老板，可能根本不需要演戏吧，所以他是做兴趣多于是做收入的哈。嗯。那另外我们当中有四位明星，他们今天来，恐怕在刚出道的时候，听说也遭遇到过一些轻视。可是其中以钟欣怡的故事最不可信，就是。你当过李玟的替身？嗯，我不要，我不想。我真的当过他的替身，真的。是哪一种替身？就是替身，手替、脚替还是全身替？连肚子哦，肚子都替，真的。就是那时候有个优若乳的广告，他做了一个梦境吗？不是，是真的。就是那时候李玟好像李玟 Coco 李玟 ，Yeah，That's right， 就是他。所以我还去定妆，然后还特别进到成功片场一个收音棚去拍，拍完之后才发现，哎，他们说要正式拍，我想说怎么回事？然后正式来了一天就来了李玟，我想说，哎呦，他要跟我一起拍广告哦，这样子，然后这才发现我从头到尾是他的替身。怎么可以不先告诉你呢？他们之前可能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破绽百出，没有，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广告是李玟的广告？因为他们好像是秘密，还不能讲。所以各位。你们去拍广告的时候，如果不是你们担任主角，会告诉你们主演的人是谁吗？嗯，会告诉你们说，因为是秘密，所以你们不会知道，直到当天才知道吗？有一些，对不对？对不对？谢谢。所以刚刚这个故事是成立的吗？非常成立。耶！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可是肚子的替身的部分成立吗？非常成立，不太成立。所以你去了才发现是 Coco 李玟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怎么回事？然后最后才发现，他其实是替身，是你没有翻脸吗？我公然，我最后才发现，我从头到尾是帮他打光的，因为就他自己亲自上阵。譬如说，就肚子，就是他有点穿小可爱，然后就是优柔在旁边，然后就一直笑，一直笑。然后我做的事情就是陪笑。就是导演说五四三二，就算要打光也应该找一个，比方找蔡灿德都比找你合理。可是李玟那时候有一点点汗泥，他那时候好像你又不是汗泥，你觉得你现在还是汗泥吗？汗泥啊，我 baby 费的。我了解他那时候比较汗泥，然后重点是，然后到最后的状况是我才发现我的角色是，你可以帮我笑一下吗？假装你是李玟，就是导演喊五四三二，然后你就开始笑。你就笑，五四三，好，五四三二，开始要笑出声的，我记得，是这样，陪李玟笑，因为他们说怕陪笑，对，怕他一个人笑会太尴尬，所以我从头到尾，比方说他躺在床，你那样对着我笑，我才会笑不出来，所以他到最后跟我讲说没关系，你说把你赶走吗？他就说没关系，他说你可以休息，对。他其实还蛮可爱的啦，然后他就躺着，因为他们希望就是肚子有蠕动的感觉，笑在蠕动的感觉，所以他躺在那个床上，然后就在旁边，就白色的床，然后都是沙，然后他笑，我就在旁边在。没有这种工作。有，真的有。没有。真的有啦。
我那时候本来想说我要说，我觉得你的整个行径应该是闯入人家会场去闹事吧？没有没有，而且那次钱好像还不少，我记得是有5-6千的那一种，就是就学生而言是很多，对。所以你们都有听说过灵眼的价钱是10个小时可以只有500元这种事吗？没有，我刚刚第一次，对，有点少，有点低。有人谈过这种价吗？有有更低。我讲的是真的吗？真的更低，10小时工作500元，对，是还有450的。对，如果你要限龄的话，就要扣50块。那如果你要月领的话，它有500块，就这一场通告。可是是跟你的角色吃重度有关系吧？完全没关系，都是路人甲。啊，真的假的？对。所以有露脸比较贵还是便宜？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黄金拍档最早是200块嘛，那时候有一个灵眼200块，后来350，到现在500块。怎么知道8小时可以收工呢？还是要看剧组了。嗯，是。所以一般一个班就叫做8小时，对，8小时，然后到8个半小时就会变成1.5个班。哦，所以拍8个半最划得来，就可以。对，没错。所以大家剧组会为了省钱赶快赶拍。也不会，因为以前的物价比较低嘛，是 OK 的。他们是不是讲话会多一点钱呢？有台词，是不是有台词？有些特约灵眼就会多一些，而且分台词的量来定义你的价格。你们现在工作应该说是演员还是特约灵眼？特约跟灵眼的差别是什么？有台词，有戏份的演出。有，就是在剧本上看起来这个人是有名字的吗？对，可能他是一个强奸犯啊，我要强奸你，就这样。你需要讲出来。他是不是很在意我说他长得像变态的事？对。可是我常常看到巨良演出是真的。我也是，我觉得他演很眼熟。对，什么类戏剧也常常会看到。是偶像剧为主。台语长寿剧也有你，对不对？比较少，因为台语别练邓。所以巨良演的都是医生啊、法官啊、董事长啊这个类型，所以每次从手术室出来说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就是你，是不是？可能台词会更多一点。哦，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真的，真的啦，我没有开玩笑，那确定。我啰嗦了一声，应该少见吧？有被分配到戏服吗？还是要自己带去？有的，通常都自己带，通常都通常会自己带，对。妆呢？他如果要求是夜店，就是要整个很像是在夜店。那自己画好？对，自己画好。达德，你会自己化妆？哦，会，就打个粉底，粉底而已。嗯，对。你今天有画吗？今天有。你今天？就一直画。你今天是画了什么啊？就画粉底跟发型而已。发型是画的。朱明豪展示专辑海报，小威子当场抽傻眼。我本来就很喜欢表演，在学校的时候就常去歌唱表演啊什么的。后来有一个比赛，然后就得名，然后被一间小的工作室签约，然后说什么要当歌手培训，对不对？然后结果最后也出了那个什么专辑海报，我带了，有点像古籍啊，对。然后有人说这设计怎么那么丑，对，我其实觉得也蛮丑的。有真的专辑耶，是真的偶像团体。然后我就有点傻眼，我看到你们的团员我才傻眼。真正的工作有别的吗？就是厨师。哦，对对，就是厨师，没有工作去兼差这样子。所以你是因为太爱演戏，还是想说可以看看明星？其实是兴趣。对，就是自己磨练。其实我不善于表达，那其实让我拍戏就是多接触一些机会这样子。现在的口才是已经经过2年的训练了吗？对，所以说比较敢表达。哇，所以如果一直当厨师的话，是很少有机会跟别人讲话吗？对，就是跟菜讲话而已。对，跟菜要说什么？就是说我要谢你。我真的很喜欢跟达德聊些有的没的。哎，他还会。所以这里的人，竹生难道当过灵眼吗？我刚刚听大家这样讲，我觉得做剧场好像幸福多了。你是剧场出来的？对对对对。你的第一部电影是总铺师吗？不是，我是做幕后工作，然后才接触到电影的。你的幕后工作是什么？就做表演的，跟演员上表演课，或者是台语指导这种。而且他的美术有得过金钟奖。没有啦，入围过了，没有得，没有得，没有得。你是美术指导？对，因为我进剧场的时候，其实我是做道具跟舞台灯光技术这些。他很会演。你跟他合作过吗？有跟他合作。蒙甲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教你怎么演戏，教你怎么演戏。
你被他教过？对啊，我蒙甲那个狗仔还有没有？还有都是他教的，翻滚吧我也跟翰林合作。然后太平轮他也是指导老师。啊，对。哦，真的吗？台语的部分。对。其实他教我们很多了，其实就是跟演员之间的互相的一个信任。我们有玩一个信任游戏。什么？就你要往后躺。你现在往后躺。就很基础。是的。问题是后面要有人嘛？干嘛？不一定啊，你要信任这个世界啊。世界这个后面这个罐头，你觉得它可靠吗？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上课啊，就是有汉典这样的学生其实很好，因为他很有活化功能。嗯，他常常僵化我们的节目。他把气氛弄得很欢乐。当然，我觉得那演员是戏剧教学，干嘛要在乎欢不欢乐这件事？没有，那个是信任感，因为有些大部分演员还是会盯着，就是不熟。陆思明之前有当过非男主角的。有，我踏入演艺圈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那个时候洛杉矶当灵演，就是尖峰时刻 Rush Hour 的灵演。第一部，对，第二集他们是去香港拍，那有部分是在洛杉矶的摄影棚拍。有看到你的脸吗？那时候我是演一个调酒师 bartender， 他们在一个按摩馆，你不知道记不记得？他们去一个按摩馆，然后我就是调酒师，这样一个吧台这样后面，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然后机器可能在那边，然后。完全没有对到焦。可是你有看到那几个主角吗？有，成龙、Chris Tucker 都在。看他们，对啊。可以跟他们讲话吗？没有，我不敢。不可以。对。可不可以？不会看我们，也不会交换眼神。那收工可以跟他们拍个照吧。我有主动说哦 ，Jackie Chan，nice to meet you， 然后就是他说就这样子，对啊。你没有要求拍照？不会，有很多人在等。那有人替你去看那个摄影机的画面，看你有没有被拍进去？完全没有机会。完全没有，所以你是等到电影真正播出之后才发现自己。对，我还请我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去看，然后就真的是啪，可能看到这么多吧。没有脸，完全没有脸吗？没有对到焦，然后那么小。所以你们通通都是要等到那个作品播出后，才知道自己有没有露出脸吗？对，没错。不可以先问说有没有露脸吗？不一定，因为到后面有可能会被剪接卡掉，被卡掉。对。阿莎是行政助理，戏剧的吗？没有，一般的公司。那不就很难请假？对。所以希望还是将来有一天变成很红的演员。当然，这是希望。学什么经验？就在现场学习一些戏剧的经验啊。就看别人怎么演。对对对，然后从中去学习一些。你合作过的演员，你觉得演技最好的是谁？周渝民。仔仔，嗯，因为我当时第一次跟他合作的时候，是你就突然感觉好像有一道光出现在现场。他喜欢就是那一道光。没有没有，因为我当时不晓得他在现场，是就突然觉得。你说他，你还没有看到他本人，就看到天上有一道光照在他的脚边，应该就是天亮了吧？因为那天是中午，就是刚好看到，就是那边就是真的有一道光，就很亮亮，然后就看到周渝民他来现场了，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戏是他跟赵又廷合拍的那一部吗？没错，痞子英雄。那赵又廷出现的时候有光吗？还好哎。他眼中周渝民有光啊。所以品豪是你有别的工作吗？平常没事会在家里帮忙，家里是餐厅。有硕士学位的是哪一位？是我硕士。对，你是戏剧方面的学生吧？我不是我本来是读商科和资讯的，然后可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表演，在学校的时候就常常去歌唱表演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后来就有一个比赛，然后就得名，然后被一间小的工作室签约，然后说什么要当歌手培训，对不对？然后结果最后也出了那个什么专辑海报，我带来，所以虽然那个有点像古迹啊，对。然后有人说，这设计怎么那么丑？对，我是觉得也蛮丑的。对，有真的专辑耶，真的偶像团体。哎呦，可是在2010年的时候嘛。2010年，然后那个时候都印出来了，有对，都印出来了。结果后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是有一天，老板呢，他就私下把我找过去，他说：“品豪，我有话要跟你说。”他就说：“不好意思哦，就是我这几天玩那个股票，然后就是不小心把钱输光了，对。然后你们的宣传费我输光了，你们就剩不到10万块，对。然后我就有点傻眼。我看到你们的团员，我才傻眼。”本来是要以什么东西取胜啊？是很会唱吗？他叫我们就是唱歌，然后又要学才艺，所以我们四个人有不同的才艺。你们有花了时间练吗？他训练了我们有一年吧。一年？一年就是。然后是认真在上课学唱歌。对，他真的有教，对他真的有教。然后你看到其他三个成员，你都没有问号。
一开始有啦，一开始有，可是因为2010不是很久以前，算也蛮久了，五年了。那你的强项到底是唱歌还是演戏？后来就是因为已经没有舞台可以表演了，然后我就网络某一天上网，但是有人那个中破赛在争灵演，然后就跑去试看看，就去演了。你有在总铺师里面吗？有，我有演过中破赛，中破赛。脸有吗？有一个画面有比较多了，因为其实后来林美秀就是她在比赛嘛，这个初赛、复赛、决赛，我都在旁边，我一直是 waiter， 就是在旁边，可是很不明显。你在美秀旁边？对，我一直站在他们旁边附近。怎么没有印象？对，没印象。那个有一道菜，那个皮蛋的那一道，你也没有印象？你不是总部的演员吗？但是我只有在决赛的时候戏才有我，初赛、复赛那个我都没有出现。对，决赛我是站在台上的其中一个，有两个 waiter 站在那边。是朱品豪的戏还比还比竹生的多。对，国父纪念馆，一整个礼拜，就是我们整个礼拜半夜都在那边拍。对对。那你就应该要红啊！是，没有画面了，没有画面。OK， 所以电影播出的时候，你也有找一群同学去看吗？我跟很多朋友说我有演，然后去看，他说在哪里？我没看到。可至少确实脸是有出现的。有一个画面，那个皮蛋那一道菜，还有一个皮蛋的那道，对对，只是我在旁边端的盘菜。夏汉君，你的脸是我们应该要认得的脸吗？有点熟悉耶，最近啊，最近最近的一个 MV 啊。哦，对对，就蔡依林的 MV 吗？对对对。你有跳舞吗？不是，我只是出来眨个眼睛而已。出来眨眼睛。然后有用吗？这个画面。然后他就一个这么大的镜头，对，然后你只负责眨一次眼睛，因为其实我们拍就是一个健身房的场景。然后我就负责在里面运动。还有谁拍蔡依林 MV？ 你们两位，我是在里面演饰演一个布雷克的小弟。布雷克他是一个山寨帮，我是头，我带着一大堆兄弟要去窑子玩。窑子，窑子，窑子，要不要来二两白干啊？老爷啊！蔡依林他们呢是就是在里面的狐狸精。是他跟安室奈美惠那支 MV。那我们在里面就是寻欢作乐，一大堆 model 坐旁边，然后吃吃喝喝。那支 MV 你在里面戏份很重哎。因为他们是狐狸精嘛，那就是会勾引我们嘛。那每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精，就是完全是冲脑了。然后就是会很像是下迷药这样。那我们就是我是里面比较镇定的，因为要让兄弟爽。那我们就是到后面才会讲一些我们节目能播的内容。布雷克进军好莱坞，当场示范怪异表情。布雷克，你有演露西，对，你演的是一个去性侵犯Scarlett Johansson的。我 NG 了四次，你 NG 了四次，你过分，你过分啊！你 NG 的时候，他没有用怀疑的眼光看你。到了第四次，这个时候 Scarlett 他就叫我，我去看他。我只是劝你耶，你刚刚你等下回家看重播，他就说嘿嘿嘿。扛起来吧！你觉得他的另外一个，除了安室奈美惠跟蔡依林的故事之外，另外一个更神气吗？很厉害，神气到可以坐在这一排，超强！而且你现在要讲的这个东西，他的戏份非常重，太重了啦！是你就完全。有印象，看那场戏就是有他就对，你就知道这部戏有他，你不会觉得说谁啊，就是想得起来的。完全。布雷克，你有演露西，对，你演的是一个去性侵犯 Scarlett Johansson 的，去摸啦，对不对？那是，其实那是导演后来加的啦，那是导演本来没有。我在台湾的戏份就是砰砰砰，五个人就四个人就被干掉，是几乎是一秒钟。那你被干掉，就我们有四个男生，你们在看守 Scarlett Johansson 的，对，然后大家在打麻将，他出来就蹦蹦蹦，那戏份就结束，你就挂了，就挂了，然后很开心啊，因为死在好莱坞嘛。那之后一个礼拜以后，你再好好讲话试试看，你到底人在台湾还是好莱坞？你自己讲讲看。我死在好莱坞。在台湾死在好莱坞，对啊，哪里有错？他在台湾拍那个戏，肯定会在好莱坞播。对对，那之后一个礼拜过后，我接到一通电话，是说那个他们希望你再去法国一趟。那我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是我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去？是，所以后面我才到了现场，
你真的去法国了？对，我一个人去。那我本来是拒绝他，我说我隔天要当人家伴郎，我没有办法去。可是你出国了以后，拒绝老，我才发现，老贝我刚刚拒绝好莱坞的邀请。你是要说卢贝松？你不是要说郎静山吗？你自己说的，发音差很多。对，后来你怎么可能为了当伴郎拒绝卢贝松？但是我真的是拒绝他，因为我觉得那件事情也很重要。我拒绝，我不能因为这样子就说，我没办法去了。我听到对方经纪公司是大喊说他拒绝，他说现在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希望身上是都刺青，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取代你，你知道吗？你身上都是刺青吗？没有都是，但是蛮多的。所以卢贝松看中的是一个要全身刺青的人。很明显，他们在帮我化妆的时候，他们是一直在摸我身体，他们觉得这个东西蛮特别，然后很，他们在帮我做头发的时候，弄头发的时候，你说化妆师一直在摸你的身体，他们会觉得一直讲你朋友是，你好好讲话。你的刺青还是摸你的肉 okay, ？OK， 我没有讲前面，因为我的戏服是我没有穿衣服，我只有一件迷彩裤跟靴子。你裸上身？是的。然后在梳化的时候，他们就是很优雅的气氛很，感觉就是很跟台湾不太一样，就随便抓抓个四下。你是在台湾呢？对，但是那个氛围那个整个房间的氛围很香，然后感觉就是有人在喝咖啡，整个就是很慢。那些化妆师跟造型师是台湾人还是法国人？都是法国人，所以没有一句中文，都是讲有异国感，有异国感。然后边帮我弄头发的时候，他们会一直为什么他的每个故事听起来都像盘丝洞一样？不是只有在安室奈美惠那边拍蜘蛛精吗？为什么到了法国的片场还是像在盘丝洞？你说连法国的发型跟化妆都像蜘蛛精吗？没有啦，就是他们香香的，然后一直摸他。他们可能觉得就是很特别吧，所以他们说法文，说法文，然后看到你的刺青就很特别，就摸来摸去这样。对，方便给大家看一下吗？主要是我的手背是是包起来的，哇，所以卢贝松有点看上你的刺青，所以他们对我身上的这种英文再掺上一些包图的那种传统的包围的方式，他们觉得蛮特别。那最后成立的是，他们说最后一班飞机，如果可以的话，最后一班飞机，然后你不用带任何人，你不用怕不会讲英文，他们直接从法国发一个传真，就是公文给我。嗯，我只要带着公文到机场，我给他们看，我会走另外一个地方。天啊！他们是相当礼遇，是让我很惊讶，是他们是给我商务舱坐。商务舱，然后带着公文去。我到机场，我一句英文都没讲的时候，有人在讲中文。他说：“你是布雷克吗？布雷克吗？”我说：“我是。”然后就直接连饭店还没去，我直接到片场。嗯。然后导演过来就是跟翻译，他直接告诉你说：“导演希望你怎么样？待会可以用力，真的像尽全力的揍他。”揍有杨航生？对，揍有航生。不是，因为当然是借位，但是他要你就是要真的是有力道，就是真的把揍死的那种力道。嗯，你现在可以假装打我，但是其实没打到吗？对，可以啊。要吗？可是你要确定不会打到哦。我 OK 啊。你们俩是要恢复交往？不是，因为他讲的这么满，因为打人有很多人是觉得很困难哎。他就是算好以后，他就会。比如说借位在站，他是真的，他刚刚不动，所以有这么多距离让你去。好，你再一次，我不要闪，有点距离。所以应该不要动就好了，他就是不用动，怎么？所以你说史嘉蕾完全没动吗？他超专业。来，这次不要动，不要动，加油，加油。下去，家里都没有尖叫啊！尖叫，包括踹也是啊，踹你踹他，快点！你打我好了，可以真的打吗？没关系，很可怕。可是你还好啊，你干嘛尖叫？可是很像真的要打到哎。可是是演戏啊。好啊，再一次。接吻，
所以刚刚Johansson的演法是说你这样打什么的，他都不先跟你套好，说你打打哪里什么的吗？他超稳，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吗？他稳到让我会觉得我很紧张。史嘉蕾他在黑寡妇的时候身材啊各方面看起来就是非常。布雷克是摸他哎。而且是胸部吧？你摸史嘉蕾·约翰森的胸部，在现场的时候确实造成我哇，我人生当中我没有碰过这么困难的事情。困难？因为一开始就很轻松嘛，揍他、踹他，弄完以后，我想说 OK 了，应该收工可以收工了。导演又把我们全部人叫集合，他翻译在这边，史嘉蕾还是坐在那里，还坐在那边，还是一样。然后他真的喜欢坐着。他说角色就这样，手啊。就直接试放在这边伸进去，你说导演本人，那翻译就说史嘉蕾有用很痛恨的眼光看你吗？史嘉蕾超稳的，他完全没有打断导演的意思。我 NG 了四次，你 NG 四次，你过分，你故意的。你 NG 的时候，他没有用怀疑的眼光看你。到了第四次，我告诉我自己，哇，全世界都在看我做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史嘉蕾他就叫我，嘿。我去看他 ，It's OK。对你长那么大，哇，没有被小妞劝摸过，只有那一次，他居然劝我，哎，摸我没关系。劝摸，他根本不只是劝你，你刚刚你等下回家看重播，他就说，嘿嘿嘿。嘉蕾有绕一圈嘴唇吗？他是 It's OK， 他是真的是。没有，嘴唇是你加的。我刚刚有用。你刚刚用。你刚刚是 OK。我去看他。It's OK。哦，那可能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好。夏汉军隐瞒人事片段，遭小威瑟当场拆穿。我没想到他是搭配肌肉的身体耶，他的本能量。你是肌肉人。我是啊。你的本业是什么？我以前是餐厅嘛，后来就有钱了，就去做一点投资，然后跑来当演员。有钱了做一点投资，然后当演员，对，就有时间可以当演员。你人生有没有跳过哪一些比较重要的片段？因为刚才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合理。有机会做这件事情也很少哎，你这个太神气了。然后到了第四次，其实我已经有一点，那个情绪已经转为是愤怒。我觉得我很气自己，加上我代表台湾人，那种感觉，我觉得不行了，我一定要来一个猛的，我要一次 OK。我告诉我自己，在那个当下第五次，对，我突然觉得有点火。对，我只能这样子催眠我自己，说我是代表台湾人，乱世屈蕾。然后史嘉蕾有跟你多聊什么吗？其实没有哎，就是握手，然后跟那个导演就跟我握手，然后谢谢我。剩下的时间你要待在法国，还是你想回台湾？因为他们要我五天的时间嘛。那我说我想要待在法国。他们要你五天，就你多久拍完？我一天拍完。哇，我剩下四天的时间，他们每天给我零用金。多少？零用金大概四五千块台币吧。哇，每天？对，每天都有。然后那个翻译就一直跟着我，带我到饭店，然后问我说：“那接下来这四天，你想要去哪里玩？”剩下四天我就在法国走一走，玩一玩，然后就回台湾。你飞到法国去摸四遍史嘉蕾的胸，然后下四天每天拿人家钱去游玩，然后说你代表台湾人。你现在你今天死亡你也够了耶，你的人生。因为露西而认识你吧？现在大家因为过了一阵子，大家会看到我会知道我是谁，但是他们不会刻意打招呼。玉良，你走在路上会被认出来吗？最近还好哎，其实演《分手擂台》那一段时间比较多。演《分手擂台》？对，什么叫演《分手擂台》？以前有个《分手擂台》节目，凡哥主持。对，没错，灯不点不亮是坏不说不明。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事情是不清不楚，我们得把它说得清清楚楚，才不会造成一生当中的遗憾。欢迎收看《分手擂台》。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一位呢，啊，他跟他的这个老婆呢，已经是处于一个分居的状态。我们欢迎男主角。欢迎。哦，就是这样吗？是，你就演这样就出来了。对，那你完全没有脚本。那你出来两次，观众就知道你是假的啦。他们看久了就知道是假的。你每个都演吗？对，每个八号侦察亭啊，然后最后的晚餐啊，通通都去过。然后台词要自己乱讲吗？对，要自己讲，因为脚本只有一张 paper。
有些观众觉得是真的，他们很入戏。即使是你同一个人演，他都觉得是真的。对对，可是他们演的很真实啊，他们会从摄影棚跑吵到外面，嗯，就到外面，然后女生还哭这样子。你也看？我也看，而且我一直以为他是真的。你以为是假的，我以为是真的。后面妈妈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私底下都会捋一遍。演《分手擂台》算灵演吗？还是就是演员？那价钱也有到一定的 level。我应该看一下那个 MV 里面他们的样子。有。我们把蔡依林的那个 MV 播出来。跟你不太，跟你现在样子不太一样。哎，对，你好像很难因为那个 MV 被认出来吧？嗯，有一点难啊，因为我的朋友都是截图给我比较多。是是，然后夏汉君的也出现在 MV 中哈。没想到他是搭配肌肉的身体耶，他在本人的样子。你是肌肉人？我是啊。你的本业是什么？我以前是餐厅啊，后来就有钱了，就去做一点投资，然后跑来当演员。有钱了做一点投资，然后当演员。对，就有时间可以当演员。你人生有没有跳过哪一些比较重要的片段？因为刚才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合理。我餐厅做五场，我以为他要说有钱人，然后开始投资健身房，所以就开始练身体。不是，就是我餐厅大概做了十几年，然后十几年，对这段时间我就是。你有超过35了吗？还没有，但我14岁就来工作，14岁就工作了。对对，那你就是在过一个悠闲的生活喽？算是啊，因为以前比较没有自己的时间啊。你不想要把时间拿去做一些更密集的事，而不要只是这样偶尔接一个邀约？这两年其实蛮密集的，这一两年蛮密集的。演戏的邀约，对对对，但是过去是真的很散，散到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还是以要变成一个很厉害的演员为目标。现在是哦，对哦，对啊，很棒哦。现在是哦，然后布雷克的际遇是不是已经可以郑重宣布退出演艺圈了？是，肯定是。对啊，没什么好追求的啦。真的，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布雷克占掉那个位置，应该是很像陆思明。如果你得到那个角色，你应该也要演吧？一定要演。虽然你是某一些戏剧中间是演主角，可是，在 Lucy 当中，如果演那个跟尤汉森对打的戏，还是很好玩啊。会很好，我觉得就是叫学东西吧，看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所以你回去会骂你的经纪人说，为什么你没接到这个角色？不会，我可能不够坏吧，没有刺激。要看起来坏坏的。对他们蛮对。嗯。李莎，你是被成龙选中演戏的。对。你说你去面试的时候是成龙本人面试？对，我走进他那个九龙塘的办公室，那我也是就是想说就是约好试镜的时间前往，结果我一走进去，我就发现是成龙一个人就坐在一个桌子上，那我直接就往他面前缓慢的这样走过去，就他就一直盯着我看，结果我才走到他面前，他就跟旁边那个人说好，好啊，找阿奎啦，就是我啦，阿奎，哇，然后直接叫我去旁边的房间填资料，他们就开始跟我说接下来要演什么，然后那个人还问他说，那接下来后面要来试镜的人怎么办？他就说那就叫他们填完资料就可以走了这样。然后那个角色是很重吗？那个角色是演在电影里面是演成龙的前女友。哪一部电影？玻璃樽。哦，玻璃樽。然后在那里面原本。他是爱上了舒淇，可是我是他藕断丝连的女前女友。所以我们看到照片是剧照吗？对，那是你吗？车上这是你。对，可是那个其实是我拍了3天，可是我没有布雷克那么幸运，我后面那个被剪掉了。所以唯一的镜头是镜头是只有在那个八卦周刊上面，对，电影里面的八卦周刊上面。哦，你的画面出现在电影里的一个道具杂志上面。很难解释。可是上面有我跟成龙的合照，那个也是真的照。如果你是没有晚辈
就是在那边问说他们想加入演艺圈当演员，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都会鼓励他们。鼓励？对，因为我从小，我现在超爱泼冷水，就拍戏，但是我真的有看到很多后来真的就成功的人啊，像是布雷克，布雷克他现在还是有可能是专心走牛肉面事业啊。可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个梦想，心里面有个梦想，然后唯一最热爱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做热爱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10小时500，可能会把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个，对，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价钱是这个样子。可是有梦想不就很完美吗？有梦想，然后就是你就完成这个梦想。所以你会去教书，然后班上的同学就说：“老师，我将来要演戏。”然后不管他长什么样子，你都会说好啊，去。我觉得任何模样都有可能会成功啊，嗯，对不对？汉典，是干过演员，干过导演，对不对？真的啊，现在这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所以你觉得他们8位都还是要坚持这个工作吗？对，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说真实的环境是什么，譬如说真的是10个小时500块，那你有办法活得下去吗？好像你们哪一位说有一个演主角的男生就有来跟群灵演们说不要走这条路吗？达德，所以你是碰到谁？马佑星大哥。马佑星他在演戏的空档过来跟你们讲。对，他就是看一群同学很辛苦在那边，刚好还没拍戏，对，他就是跟大家聊说，哎，你们是真的很有兴趣拍戏吗？因为可能就是说他想说价格没那么高，那你是否还真的有兴趣就继续待？那没有兴趣的话，等于说你没有兴趣，等于说你就在那边就是赚500块，对，等于说怕你20这样子啊，何况时间很紧。那个朱元平导演，他一开始是演尸体耶，你看他现在多厉害，你真的很正面呢。就是要喜欢演戏，跟你想成名是两回事。对，你爱演你就演，对，可是不能指望他带来名利双收什么这些。对。可是我觉得过程非常痛苦，像比如说 NG 的时候，尤其领演，包括领便当的时候，他们说你不是领过了吗？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很。那个，所以你到底是领了多少个便当？没有，NG 吗？或者 NG 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 NG 的时候，如果 NG 很多次的话，有时候摄影师或者是工作人员会这样。其实林演很常被这样对待，我觉得。对。你看林演现在在当过 Coco 李玟的替身后，也是到了巅峰了。我会到巅峰啊，我放呆了。对。你会跟林演聊天吗？我会，我很爱跟他们聊天。OK。因为如果你不跟他们聊天的话，倒霉就是自己，因为他们会非常紧张。对。他们会不敢跟你讲话，然后眼睛会一直游移。然后不敢碰你，像我曾经也要被强暴的。那个就一开始根本不敢碰我啊，那我就一直自己假装在那边救命啊什么的，根本没有碰到我。所以你要鼓励他，就像让他变熟一点，就是不要太紧张这样子。蔡依林最近有新的作品？有，我跟竹生两个，他演我男朋友，然后我们是在那个一个角落，这个戏是一个角落，然后中天39频道，4月11号晚上11点，比较偏向我们。这个是一个社会上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真人真事是一个单亲妈妈的故事，所以阿德就是演那个单亲妈妈，然后带了3个小孩，然后因为了想要逃避8万块钱的一个，比如说老公叫我签一个什么什么，那我们就付不出来，然后就逃了10几年，然后那真的是社会上真正发生的事。然后陆思明也有新的作品，啊，也是寻物少女，那我演一个寻物少女，对，演一个音乐制作人，对，第一次演，然后比较有神经质的。然后宋米琴是演我老婆，然后她失踪了，所以我就找一个小女生，她会通灵，她会看到东西，然后透过她找到我老婆。也是最近要播？对，4月4号。OK。对，39号平台11点。好。所以除了这两个作品之外，另外就是下次看陆思夜的时候，可以找一下那个曲王在哪里，对不对？对对对。最后我们陪大家看一个角落的预告片。好，来来，阿多也多一点菜，来耶！好啦。我朋友妈妈因为诈欺被警察抓走，她算是我们的重点人物，你可要多花点心思哦。林国峰，林国峰，那我差不多带着一群小孩东奔西跑，能够给小孩什么好的照顾吗？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去上学？放开我，我才不要回去！你要这样子，我打电话给你的养父母。倒数10秒，什么事情都会变。10 9 8 7 6 5 4
是有竹声吗？有，只是浴缸没有。好，谢谢大家，下次再来玩哈。